从副歌开始。哎，解释一下，副歌进行了，发咪，这边咪的时候，你尽量用咪大和弦，咪就 seven， 咪 seven， 对 ，re sol， 发咪 re sol， 然后再来 do mi seven 发 sol， 再来 do mi 发 sol， 这个公式一直在用，再 do mi 发，注意哦，那 diminish。你发的话进到 diminish 这样也可以，只不过原则上我们右手尽量不要爬上去，你用右手尽量在下面，你这样一上去的话几乎都把这个音挡到了，尽量不要用。事实上它这个也是发 diminish， 他们两个是都是一样，你看都 diminish， 回同学回家研究一下。那再来是哆手哆，和弦整个就这样子，再来一遍啊。发咪瑞嗦，再来哆咪发嗦，再哆咪发嗦，最后不是哆咪发，是发 diminish。diminish 怎么弹的？你看发是不是？那这再来，是发 diminish， 右手这样，你可以马上就补过来，再弹一遍。后面结尾顺便讲一下子，结尾的时候啊，我用的公式是哆发手哆。公式有几个，大家可不可以复习一下子？哆发手哆，对不对？最常用，第一名就是哆发哆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哆发手哆，对不对？这几个都教过了，或者再来慢慢高级一点啊，哆发 minor 哆，然后最后是哆。降 A 降 B， 再哆。对对对，结束要练。你看这，我现在把每一个都解释一下。
对不对？哆发嗦哆。手都最简单的，这就是哆发发麦，然后再哆往后面，再一遍。弹的比较正规一点的，就是等一下我数谱一下，你们如果学的话，我刚刚用的是手，也是一样哆发嗦，但是我这边有旋律的，我刚刚都是用和弦的，嗦。是有旋律的，那我顺便大家学一下，你们就照这个弹好了，就这样。